呢個系列嘅諗法啦，叫做海添豪程。咁我覺得喺適當嘅時間，喺適當嘅環境裏邊，都令到成個工作事業或者甚至乎創業嗰個機會咧，會如虎添翼嘅。咁好似喺 ATLASPACE 咁啦，當你喺一個180度海景嘅環境裏邊，亦都佢哋匯集咗好多唔同嘅人才喺裏邊嘅時候咧，就將你嘅工作事業如虎添翼咁樣，令到你好美滿嘅完成咗呢個旅程。咁今日我哋好開心咧，可以邀請到譽滿亞洲嘅手指畫畫家 JustinY， 咁佢可以嚟到我哋當中咧，就同我哋帶嚟咧有13幅嘅好特別嘅作品，咁而咧係擺喺我哋 ATLASPACE 呢一個嘅工作空間。我哋亦都好希望咧，可以為我哋所有香港嘅客户咧帶嚟我哋ATLAS Studio 嘅呢一個創意空間、一個藝術空間嘅一個感受嘅。喺當中咧，我哋喺都好希望大家都好好嘅去欣賞啦，咁同埋呢一啲嘅作品咧都係好特別嘅。咁喺香港有部分嘅作品咧，其實係第一次展出。咁希望大家可以細心嘅去欣賞啦，或者隨時上嚟我哋呢一度咧去參觀。多謝大家。